第十二局，郑宇波开球。花球啊，找机会先借个力。准呐，一点都没有碰到啊。好球，看看位置，再看看十号的左边地带啊。还要继续的用低杆啊，利用左塞去跑两库以上啊。角度，哇，这个位置好像刚好非常好啊，而且能够叫到左边缝隙里边去打黑八，甚至于说，哎嘿，左上有下啊，那样子啊。相当好一个白球位，第十二局郑宇博胜，比分9-3，开球清台。